第一千一百一十九集，难以想象啊！这黑色堡垒中到底藏了多么可怕的人物？嘖嘖嘖那一刻，在混元天宫内部，从林明体内世界中飞出三个身影，这三个身影正是林明的三大分身。 他们跟林明长得一模一样，四个人站在阵法最中心，使得林明身上的气势成倍增长。林明双手虚化太极，神魔之力连同圣殿天书法则被他齐齐打入大阵之中。其余三个林明也各自施展手段，精气神三股力量源源不断汇入大阵之中。一时间，这座大阵明亮如同煌煌大日，恐怖力量如同千万海洋一同爆发海啸。 能量爆发而来，直接撞击到混元天宫周围八个顶尖天尊身上，他们一同吐血倒飞出去。那一刹那，他们身上经脉断了不知多少，气血之力极大消耗，让他们力量降到最低点。啊！其中两个顶尖天尊惨叫一声，他们倒飞出去的刹那，混元天宫中弹射出两条粗大无比的光柱，直接将这两个顶尖天尊洞穿。 鲜血飞射，顶尖天尊肉身十分了得，被这恐怖光束击中都没有瞬间死去，只是被贯穿而已。然而在这场大战之中，被光柱贯穿跟立刻死亡其实没差别。黑龙咆哮一声，快速掠过天空，伸出两只巨大爪子，将这两个顶尖天尊捞起来，而后、嗯嗯，黑龙作为顶级神兽。 有吞噬吸收强者精气，转化成自己力量的能力，只是没有荒的那个吞噬天赋那么变态。这一战，黑龙赚足好处了，尤其那些星空古兽被黑龙肆意屠杀吞噬，这场景就如同虎入羊群呐、啊，鲜血肆意挥洒，染红星空。 随着六个顶尖天尊重创，两个顶尖天尊陨落，圣族以八大天尊为核心连成的对抗混元天宫的能量网一下被撕开。一瞬间，混元天宫中的能量就如同决了堤的洪水肆意喷薄出来，一道又一道血色神光肆意喷薄，宛如神剑一般贯穿圣族联军军团。这些光柱势不可挡，凡是被击中的铁石零件立刻爆碎，而那些荒古巨兽则被切割个七零八落，鲜血挥洒。 混元天宫就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一般冲入圣族军队中，所过之处，圣族强大无比的联合舰队土崩瓦解。这这简直是场屠杀呀！远远的，隔了千万里距离，普陀山赤候看到天边亮起的神光，哎，怎么回事？是圣族联军那边？难道打起来了？圣族联军驻扎后，人族自然要布下眼线警戒。千万里距离已经是人族赤候能够探查的极限。 要是再靠近一点，他们就极有可能被圣族发现，那样的后果可想而知。可现在看到圣族联军突然出这么大的变故，他们却坐不住了，过去看看吧，小心点。嗯，知道了。赤候是个危险的工作，其实就是探子。这种时候，他们自然得义不容辞去探明情报。六个界王级赤候就这样悄无声息遁入虚空，向着大战爆发地点迅速飞掠过去。 爆炸越来越多，神光越来越盛，圣族舰队早已经被杀的胆寒了。他们原本是精锐，但是面对这场实力差距这么巨大的战争，面对这个死神一般的敌人，他们却完全提不起抗争的勇气。撤退，分开撤退！满古圣族族长忍痛发出这个命令。然而就在他的命令刚刚说了一半的时候，却一下子没了声息，就像是被一把刀硬生生给砍掉一般。 此时，满古圣族族长全身冰寒，瞳孔收缩。在他面前十丈远的地方，一个死神一般的黑衣人分开空间，就像迈进自家庭院一般，从空间裂缝中信步走了出来。这个男子手持黑色长枪，眼中布满杀机。他顿时明白了，这个黑衣人正是造化圣子口中所说的神秘人。虽然造化圣子早就再三声明，这个神秘人非同小可。 然而不是亲眼所见，满古圣族族长永远无法深刻的体会造化圣子话中的意思。原本他甚至认为，造化圣子突然将圣族六大军团调来乾隆星系，只是为了对付一个神秘人的做法，有点小题大做。可现在他却知道自己错了，而且错得非常离谱。满古圣族族长看着林明，眼中红光闪烁。那一刻，他毫不犹豫，燃烧了精血。 圣族顶尖天尊气血之力无比强大，如今一旦燃烧，就像一颗火焰升腾的耀日，周围万里空间全都因为这圣族顶尖天尊燃烧精血而变得炽热起来。满古圣族是一个有血性的种族，他们虽然对别的种族残忍，然而真正到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们却不会退缩。出现在黎明周围，又是几个顶尖天尊，他们不约而同燃烧精血。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林明同时面对四个顶尖天尊，剩下两个由黑龙来对付。至于混元天宫，林明交给了青莲仙子来指挥。他原本就拥有指挥荒之军团的能力，现在他体内融入荒之血肉，指挥荒之军团更加得心应手。林明唯独没让青莲仙子变身，正是为了让他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能指挥荒之军团。光柱依旧在肆意喷射，一艘又一艘零件被撕裂。而就在这时，林明也出手了。 四个顶尖天尊分手四方，林明一枪横扫，先攻蒙古圣族族长。这个族长在四人之中最强，而林明第一个目标就是他。那正是出自于对自己实力的绝对自信。林明的攻击没有任何花哨，只是简单的直刺。然而他速度太快，快的超出人反应的极限。枪王呼啸，林明背后九颗大星悬浮，五方道宫一同开启，神魔之力肆意汹涌。 根本来不及闪避，那圣族族长只得暴吼一声，手持巨大长柄战斧向林明砸来。那一瞬间，林明和圣族族长就像是两块疾飞的陨石对撞在一起，轰隆！肉眼可见的能量光圈如同涟漪一般扩散开来。那圣族族长在一次对撞后，也以陨石一般的速度倒飞出去。 他体表的血管因为过度力量冲击而爆裂，双臂染血。他手中那根长柄大斧竟被砸得轻微弯曲，像是一张弓一般。该死！其他三个天尊怒吼，也向林明扫来。林明全身血脉沸腾，手持长枪横扫千军。砰！三个燃烧精血的顶尖天尊吐血倒飞出去。这根本就是一场一面倒的屠杀呀！ 那满古圣族族长刚刚起来，又见林明急速飞来，他暴吼一声，手持弯了的巨斧砸向林明头颅。然而林明不闪不避，手持暗龙枪一枪砸下，又是一次对撞。满古圣族族长手臂骨折，大口喷血，他的身体就像一个破了的血袋，白森森的断骨都露在了外边。在数万里之外，这一幕正落在人族赤猴眼中，他们用桐树秘法才看到这里发生的情景。 无论是那不断喷射神光的黑色堡垒，还是以一敌四轻松虐杀圣族顶尖天尊的绝世强者，都让他们目瞪口呆。那人，那人是那个神秘人。有个赤候心中震惊的传音：“一定是他，只能是他。”几个赤候面面相觑，都是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一丝灼热。人族早就想和这个神秘人接触。 然而，在圣族的威慑和封锁下，行动范围受到约束的人族却根本找不到这个神秘人的影子。其实，别说人族找不着，那圣族也是处心积虑，才算准了神秘人出现的地点，给对方设了个陷阱，结果全军覆没了。到今天，人族的赤候们终于亲眼见到这个神秘人，他们怎能不激动啊？这几个月，神秘人之名传遍蛮荒宇宙，连三十三天大概都知道。 爆炸掀起的能量波让这些赤猴根本没法靠近。眼看着那一艘艘圣族零件被毁灭，他们都心中莫名激动。这些人族赤猴可是在不久之前刚刚参加了普陀山跟圣族第二军团的血战，他们亲身体会了圣族第二军团的强大。那些长得像乌贼一般的星空古兽强大到离谱，他们不但防御力惊人，而且肉身坚韧有弹性，可以把一些攻击直接弹开。 而他们的触须更是敌人的噩梦啊！一旦被他们缠上，就会被触须上无数的吸盘吸干力量而死。这样的可怕怪物，绝对是人族的噩梦。然而现在，这些怪物被那黑色堡垒发出的神光直接洞穿，简直不堪一击。而那更可怕的黑龙，杀这些怪物也像狮子扑突，毫无悬念。何况现在，神秘人面对的不单单是圣族第二军团，还有第三军团铁狮军团呢、啊。 关于铁狮军团人族的情报少得可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预测出铁狮军团的强大，能够并列为圣族六大军团的部队，综合战力绝对不在他们普陀山战时联盟之下。然而，今天这两支联合在一起的圣族超级军队，注定要遭遇最恐怖的毁灭。这场大战并没持续多久，哪怕四大天尊联手，也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当初林明拥有能将飘雨神王留下的本命灵雨直接镇压的能力，此时面对四大天尊，林明的实力根本不是他们能抗衡的。林明一枪刺穿满古圣族族长的咽喉，这族长的死也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圣族的舰队再也组织不了任何有效的进攻，在混元天宫的碾压下，他们从边退边打变成了一败涂地。 混元天宫如同虎入羊群，荒之军团发挥出的能量光束凝成两个巨大光轮，光轮挥舞，一艘又一艘灵件被切割。而这个时候，林明三大分身也从混元天宫中杀出。这三大分身这些年跟林明共同成长，实力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些巨大的星空古兽在他们攻击下，当真如同软体动物一般脆弱。哗啦！又是一头王级星空古兽被黑龙扑上了身。这些年，小黑已经化身恶魔巨龙。 他身上那些狰狞骨刺，轻而易举的就能在这些星空古兽身体上留下毁灭性的损伤。小黑十分缺德呀，他知道不能毁灭所有圣族舰队，所以小黑也聪明，专门挑大个儿的杀。很多的星空古兽，一瞬间就被小黑咬断了柔软的脖子。圣族联军越散越开，这个时候，混元天宫林明的分身还有黑龙各自选择一个方向追杀。 光柱激射，又是几头星空古兽抛下尸体。与此同时，黑龙也留下几艘铁石战舰。慢慢的，混元天宫射出的神光变得稀疏起来。而这个时候，圣族联军早就让林明打残了，那些残存的零件、巨兽都飞到星空深处去了。脱离战场后，一些零件有充足的时间启动阵法，进入空间裂缝进行空间大挪移。哎，不用追了。 黎明摆摆手，追击圣族的黑龙和混元天宫飞了回来。此时的黑龙全身染血，这一战他身上也受不少伤啊。不过他极度兴奋，琥珀色的大眼睛中满是迫不及待的表情。他两只爪子各自抓了一只体长千里的星空古兽，粗大的尾巴上还缠着一只略小点儿的。这些巨大的乌贼在他眼中那就是无上的美味啊，这铁板鱿鱼。啊。看到这一幕，林明笑了。 对黑龙而言，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食物。要知道，这些星空古兽虽然不如神兽，但也可以说是宇宙中仅次于神兽的顶尖种族。尤其星空古兽中的王，比很多神兽都强大。这些古兽的尸体自然也是至宝，可以和神兽尸体的价值比肩呢、啊。想当年，林明为了一根至尊龙骨冒多大风险，就可以推想出这些尸体的价值。 小黑已经迫不及待，一口咬住一头王级星空古兽，开始大口吞噬其中血肉。吃了它们，黑龙可以从中吸收养分，对它成长大有好处。大鹏以焦为食，凤凰只吃宇宙中能量精华。这神兽的食物，很大程度上决定它们成长。林明摸了摸下巴，身影连连闪动，将一些古兽尸体收入体内世界。这些都是宝贝啊！它虽然身家丰厚，但也不能浪费，不是？ 做完这一切，林明飞入混元天宫中。在混元天宫，荒之军团还在严阵以待。不过这个时候，荒之军团的能量已经近乎耗尽。荒之军团变身后，实力虽然能上升一个大境界，然而这种变身根本持续不了多久。现在林明探查了一番荒之军团的情况，九成的武者已经透支了，没几天时间难以恢复。就连没变身的青莲仙子都香汗如雨。 看到林明进来，青莲仙子躬身行了一礼。“嗯，你做的不错。”林明赞赏的说道，“有青莲仙子这样一员大将在，在他能节省不少力气。青莲仙子对战局的把握十分敏锐，做出的判断也极为合理。有他指挥的荒之军团，虽然在破坏力上因为少了林明，难免有所不足，但一些细节方面，甚至比林明做的更好。”谢主人夸奖。 青莲仙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露出了一个会心的笑容。主人，经此一战，蒙古圣族和圣刚天部族都是损失惨重，几万年之内都别想恢复元气。不过这次造化圣子调集这么多军队前来，青莲总感觉事情有点非同寻常，所以抓了几个活口供主人审讯一番。青莲仙子说着，指了指身后，在那里有一个在爆炸中被重创的天尊被禁锢全身刚元，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界王级强者。 黎明微微一笑，虽然他也有这样的打算，不过青莲仙子已经提前帮他做了，他就省了很多麻烦。他正欲审讯这些人，而就在这时，黎明突然心中一动，转身看向玄窗之外。刚才一瞬间，他感觉到有几个光点在向混元天宫迅速靠近，有人来了。只是一瞬间，黎明就已经摸清楚赶来的这些人的数量、种族和修为、实力等等诸多具体情况。界王级，人类。 黎明心中一惊，对方竟然是人族。来蛮荒宇宙，黎明自然不止一次见到过人族同胞，但也只是见到一些受苦的平民。界王级人族，黎明头回遇到。他身影一闪，一瞬间出现在混元天宫之外。他心中充满期待，有人族的界王在，他就能通过他们找到人族天尊，继而得到有关于小魔仙慕千羽等人的消息。此时向黎明飞过来的，正是人族斥候。 他们一共六个人，五男一女。见到林明后，他们齐齐行礼，看林明那目光充满了尊敬和崇拜。这是没带着笔和本要不就得找林明签个字。在武者的世界里，有实力本来就容易得到尊重，何况林明他对人族有大恩呢、啊。林明将感知投影到这些普陀山赤候的身上。 在他们识海中轻轻一扫，便立刻分辨出这些人并没有被圣族控制，也不是奸细。人族普陀山赤候中队第三小队参见前辈。为首中年男子躬身说道：“这几个赤候也就是几万岁的年龄，在他们看来，林明虽然表面年轻，但他这么强大，多半是前辈。”普陀山，林明深吸了一口气。 听到这个名字，他感慨万千。时隔六千多年，他终于找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人的一些线索了。普陀山的战佛地世迦和大自在佛总该知道小魔仙的消息吧？之前林明从圣族诸多势力那里得到许多情报，虽然不可能从中确定小魔仙的位置，但至少林明确定了一点，那就是小魔仙还安然无恙。 否则，圣族击杀或者擒获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下属天尊不可能不知道。你们都是普陀山弟子，想到极有可能找到小魔仙穆千羽等人，林明的语气难以平静了。为首的中年男子说道：“嗯、呃，只有一部分是。现在的普陀山，与其说是一个宗门，不如说是个联盟。以普陀山原班人马为根底，很多人族的游历势力都加入到普陀山来，比如我们赤候小队，有普陀山的佛家弟子。” 也有黑暗魔宫的人。现在普陀山战士联盟以地史家师兄为总指挥，在具体行动上有很大的自由度、啊。哦，原来如此。林明点头，这种情形倒是合情合理。大战中的两族已经不再是以宗门为作战单位，而是以宗门为基础结合起来的军队。你们联盟都有谁？姬仙儿可曾加入？ 如果小魔仙在战时联盟中，林明也就彻底放下心了。因为穆千羽和秦杏轩他们在这场大劫中没有自保之力，多半是要跟着小魔仙的。至于自己的亲生骨肉，还有林小哥，也当然是跟着小魔仙的。甚至穆千雪都可能随同小魔仙在一起。听到林明突然提起姬仙儿这个名字，在场赤候都是一怔：“前辈，认识魔仙天尊？”几个赤候对视一眼。 对神秘人的身份，他们充满了猜测。神秘人认识小魔仙这一点，让他们有些意外。难道神秘人跟妖族或者魔族有些联系？不过不管怎么说，小魔仙现在早已经跟人族密不可分了。神秘人跟小魔仙有这样的关系，对人族而言，这是好事儿啊。只是现在小魔仙的情况不容乐观呐、啊。魔仙天尊，魔仙天尊，<laughs> 是啊。 以仙儿的天赋，也该突破天尊了。林明听得心中感慨不已，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又是什么境界呢？算起来，这六千多年过去，他的孩子也不比他小多少。斥候小队中为首的中年人斟酌了一下言语，才说道：“呃，回前辈的话，魔仙天尊现在下落不明，疑似在乾隆星系。”什么？林明听得身躯猛地一震，一颗心顿时纠结。 黎明过激的反应让赤候小队的人明显愣了一下。他们虽然知道神秘人跟小魔仙有关系，但也没想到神秘人如此紧张。小魔仙，你说姬仙儿在潜龙星系？呃，前辈。 之前魔仙天尊的领地封在了乾隆星系啊！大战爆发的时候，第十家师兄一直跟魔仙天尊交换情报，共同对抗圣祖。后来某一天，魔仙天尊跟我普陀山的联系就断了，这一断就是几年。再后来，我们的赤候在探查到造化圣子封锁了乾隆星系，魔仙天尊跟我们失去联系、呃，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这赤候首领小心的说道。 人族势力之间一旦长达几年断联系，想要再联系上就更不容易，因为人族不同势力间传音印记会不断更换，用这种方式保证自己的安全。否则时间长了，一旦传音印记被圣族截获，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几年的时间不联系，彼此间传音印记交换了也没办法通知对方，结果就是越来越联系不上。